咁天王係邊個啊？天王係啦，天王就係我啦嘛，咁樣。其實冇張家輝喺裏邊嘅個答案，不過都得。化骨龍就最好盡量大家唔好再提啦。嘉賓哥，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做謝票就已經有個好消息啦，就票房充滿6800萬。係啊，好犀利啊！嗯，我覺得好鼓舞啊，呢個成績。我覺得我對電影工業呢個睇法從來都係從一而終，我真係覺得。我自己在演員的崗位上面都成日講我，你而家抄翻我在 TVB 嘅早期嗰啲都係咁講。我成日想接觸多啲唔同嘅角色同劇本，多元化嘅演出可以自己有。咁當然其實今次《明日戰記》都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啦。咁我認為係符合一個多元化嘅電影創意工業嘅一個主體生命裏邊嘅。咁當然你去嘗試一啲多創意新事物嘅時候咧，相對地係會。接受更多的風險的，但是畢竟無論如何，今天看到香港這個票房數字呢，都是值得大家高興，也都是證明到創意其實都是受到大家喜愛。但剛才我看到觀眾見到你，你是不是很開心的？唔係啊，佢哋仍然都係提住你化骨龍呢個角色啊。唔係，我係天幕啊嘛。太深入民心啦，係嘛？化骨龍啊？係啊。化骨龍又黑人憎嘅。咁你中意黑人憎嘅化骨龍？化骨龍啊。咁如果講即係中意，始終都係化骨龍，我就成日都掛住佢嘅。不過我又唔係好想見佢咁解啫。係好點啊？